们20吧20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三个人的默契吧对默契我们三个人有默契吧超有吧嗯对超有所以没关系继续吧没关系这个不好哦真的有默契吗我有点担心你对你先我们今天来考验一下三人转派的默契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的话，可以按赞、按订阅、按铃铛哦。还有，巴婆的频道记得来订阅哦。那影片开始吧，开始吧。没有默契呢，那怎么确认呢？对呀，怎么确认？等一下我会负责出题目，那你们三个要负责写下一样的答案。很简单，很简单吗？假设今天第一题是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我们要写出一样的答案，然后最后一起公开。如果有人错了，或者是你们没有大家相同的话，那就表示你们默契不好。可以吧？我们的话，可以，应该可以吧？总共有七题，那全部都要答对吧？如果答错的话，接。答错的话解散，错一题就解散。对啊，那我们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好，第一个问题是最喜欢的珍珠奶茶是哪一家？不可以写五十岚，不可以写。不可以写五十岚，超难耶。哎，等一下，容易吧？容易吧？容易吧？我也觉得，应该这个吧。好了，好了吗？我没办法变自己的。他有应该自己喜欢的品牌，当时要考虑别的团体的状况吧，不是只是考虑自己啊。好，好了吗？那我们一起公开哦，一、二、三 ，Tommy、Coco、Coco、Coco。这个应该的吧？不要开心，应该的吧？哎，你为什么那么犹豫？不的话不是 Coco， 因为这个有名吧？对，第二个有名的品牌。嗯，对，有点心动耶。对珍珠奶茶来说，心动。你不是珍珠奶茶，蛮简单的。第一题简单简单，那我们接下来第二题，第二题的题目是在台湾旅行的话，你会去哪里？嗯，超大吧。那去台北以外的地方？地名。地名。嗯嗯。为什么？有很多选择吧。突然变成有点难的。等一下，这个啊，嗨嗨嗨嗨，有。嗯，我也有，有哎、欸。其实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地方，但是我选的这个有理由。我也有理由。嗯，后面还没有写字。有理由。东尼，你白懂。等一下，第二题啊，你们选的是怎样的？问太多。不，最后一次，一个人。他一个人没有默契吗？好了，都写完了，一二三。高雄，台南，高雄。来吧，我有一个疑问，这个是不是想去的地方吗？想去的，想去的。因为你已经有去过，那为什么想去啊？我也去过啊。我看你的 IG 的照片的时候啊，我想再一次去高雄。这样，那是里面人的播音，太有里面人的播音。三元为什么选台南？因为我们每个星期有派会议，然后那时候应该上个礼拜吧，多米就有三个计划去台南的计划。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啊，多米想去台南，原来如此，所以我也想去。上个礼拜有去，但是你要看这个，你一个人去。不是，这个想法不一样。那没有不好啊！我考虑很多，托米的事情，结果被骂，难过。所以我们要解散吗？这么快？解散吗？没事。不要啦。不要。不要。给我们还有一个机会。好，那我们接下来的题目用比较不要那么主观、客观一点的。啊，客观。对对，看看嘞，有点主观。有点主观嘛。好，那下一题，第三题，台湾很有名的其中一个东西就是夜市嘛。那你们要推荐夜市小吃给外国人的话，会推荐什么？应该有吧，你们一起拍过很多次2000元夜市。这个吧，可以。好了吗？好了。好。好，那我们公开喽，一二三。Tommy。鸡排，鸡排，鸡排。哇！
哦，一直写卤肉饭。但是粤系的料理的话，然后尤其是外国人来观光的话。 一定要，对吧？这个感觉，这个感觉。对，这个很好的。第四题，等一下，第四题是跟三元饺片非常有关系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拍到现在最喜欢的2000元企划是哪一个？西方。最喜欢。喜欢这个的话，可以再拍一次啊！开心的。2000元。2000元企划。 宣讲结束了吗？结束了。其实这个有点难吧，客观也有点。所以我比较主观的，但是考虑两位的。我自己也觉得很开心。俊展，你想的是？应该太新歌的2000元的话，应该不对。因为不想再拍。对对对，轻松一点。对，开心的参加的。没有轻松的2000元啊。啊！我想到了，阿吉嘎。 干啊！要不要改？啊，我懂了，我真的懂了。写好了吗？写好了。OK， 这个吧，开心2000元。我其实有两个选择，但是这个更开心啊！要再改吗？我有点懂托米说的，对吧？我觉得俊展也一样，真的，让我再让谁懂？再让三元改一次。好，来，好来，一二三。 还有开心，但托米说最开心2000元，我自己有两个选择，但是这个更开心啊！要再改吗？我有点懂托米说的，对吧？对吧？我觉得俊展也一样，真的，让我再让谁懂？再让三元改一次。好，来，一二三。 D，去，一，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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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这个直男的想法，看 A 片的。啊！喂！怎么办？给我最后的机会。再来一题。谢谢。一，大家连成那个顺序。啊 ，A B C D E。哦。有默契。剩下两题，接下来这一题呢，跟 YouTuber 比较有关系的。那这题的问题就是，你们最讨厌的 YouTuber 是谁？怪的问题呢？三元啊，三元，贝克三元，三元不太喜欢。没有啊，应该是合作过的吧？这个讨厌，讨厌，真的讨厌啊！三元。
现在见到神奇哦，你啊，是的，是因为啊，越来越神奇。我懂了，嗯，三个人都一样的。哦，真的，对对对，有信心。那我们要好，一二三。黑羽，凡斯兄弟，阿丽莎莎。耶！凡斯兄弟，黑羽的粉丝，小妹妹，凡斯兄弟，凡斯兄弟，黑羽的大粉丝，妹妹，三人导演。有理由。兄弟，你为什么讨厌黑羽？就是我们平常跟黑羽吵架的场面很多吧？对，可以说讨厌。嗯嗯。还有黑羽真的温柔，所以欺负他。对，温柔。对对对，黑羽导演也。OK。为什么选艾丽莎莎？艾丽莎莎。为什么？我们三个人的那个场景。啊。他不开心的样子，我真的生气啊！啊，努力做那个照片，我的帅的那个照片，大家都会生气。还有阿丽莎莎的妈妈，真的生气。哎，我真的生气，是他们的问题。我讨厌阿丽莎莎。阿丽莎莎没有错啊，原来。那个，小野，这人，猴子兄弟，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起。他们真的人很好啊。对啊。哲哲，微微，哲哲微微。真的不是有理由，但是因为有好的理由，这个好的讨厌，因为我们跟万斯兄弟是好对手，同一样的是武术，然后现在我们一起努力台湾第一，嗯嗯嗯，但是哪一个比较快？这样的状态，现在原来的是武术比较紧张的，所以我讨厌他们。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有正常的理由呢。但我爱他们。我们，哎，干嘛？没有。怎么样？那这个影片就我们接上。这是最后的影片吗？对吧，米歇尔？哎，这样不好吧？再一题，再一题。好，那接下来最后一题，最后一题这个你们真的一定要答对了。这一题跟三元脚片非常非常有关系。最后一题的题目就是三元脚片里面的歌，最推荐的一首歌是什么歌？推荐？推荐给台湾人听，最推荐的一首歌是哪一首呢？哎，我以为大家会立刻开始写。耶耶耶耶，有很多啊，台湾人吧。台湾人。嗯。已经有惊喜吗？对，台湾人。对对对，这个是大的。拜托，应该这个 OK 哦，拜托拜托。那我们就照这边的顺序公开，来，从米开始。谢谢李远之哥，谢谢李远之哥，谢谢李远之哥。呀哒，有魔机，你们真的有魔机呢？真的。答案都一样啊！对对对，好，继续啦！我真的意外耶！比想象还难，还难。还有三眼不识方方，真的不是，真的喜欢。谢谢微微，然后方氏兄弟的粉丝们，我真的喜欢方氏兄弟，我们真的，我想要加入，有点难呢，也难。好，那今天的影片结束，谢谢大家，见到西斗，哇！